是非常坚定的做下去，没有出现失误，没有出现掉木，就非常不错。好看一下韦小媛，韦小媛的高低杠我们刚刚介绍过了，今年有一个很大的进步。漂亮，非常顺利啊，非常顺利，替韦小媛开心。她这一套动作和去年的全锦赛相比，难度上进步非常大。看来在东京奥运会期间，自己也是狠练了一番啊。开场做了是并正套360，并正套 sharp hack 空翻，这一串就是 EED 的一个连接，可以获得0.3的连接加分。后面一个登杠的 sharp 180，这是一个 E 组。再往后捋的话是并正套180，林立转凝结转，再来一个并腿的躯体叶格尔，又是一个超级的长串连接，这一串同样可以获得0.3的连接加分。最后的下法是后直两周转体360度下直体坐啊，难度价值还是比较高的一组的下法。他的高低杠在资格赛当中难度是6.5，完成是8.433，拿到了14.933的分数。今天是14.866，比资格赛还。